不是我，我三倍券早已经花掉了，这个还是跟我儿子借的。阿杰有没有特地想来？有，孙女们有期待说阿公答应要买漫画书给他们，所以我今天来履行承诺。那孙女们也很期待，有这个漫画书新出版的续集，让阿公买本回家给他们。那今天如果他们有来，一定是最可以的阿公，孙女一定是很高兴。